美好的一天啊，从赶海开始。今天晴空万里，大海退潮了，带上我的小夹子，呵呵 ，Go Go Go， 出发赶海喽！这是热晕了吧？自己跑出来了，送上门来了。一只赤甲红，收了你，还是个小哥哥，带回家，披上红色的战袍。一二三，五只派大星啊，这正在开会吧？呵呵，太漂亮了，通通带走。这种是可以食用的，也可以做成标本。大热天的，握沙没握进去吧，小家伙？哎呦呦呦，这小钳子不灵不灵的，还挺有活力的。看看他性别，也是个小哥哥呀。小姐姐都去哪儿了？喜欢大海，享受海边生活，每天啊分享不一样的海边乐趣。又来一只螃蟹，今天的螃蟹好多呀，腰包桶的感觉。这是一只中华虎头蟹，大海里的握沙高手。这是条什么鱼啊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感觉有点像青龙的尾巴，这条青龙尾啊，拿回去研究下。好大的一只赤甲红啊！哟，这个海参还被这个赤甲红给夹住了。